10月5号，汪小菲发文甜蜜表白老婆大 S 徐熙媛，我老婆永远是我的 number one， 不管她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。微博一出，粉丝纷纷表示支持小飞哥，半夜喂狗粮我怕胖呀，援军在此。大半夜的，猝不及防，又是一波狗粮。哥你好优秀，祝福祝福，你俩要幸福永久哦。近日，汪小菲转发了一组大 S 在2016年出席戛纳电影节的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我怎么感觉是我把我老婆耽误了？要不是因为我，她一定有更好的成就吧。”言语之中满满的幸福和自豪，网友们也纷纷评论道：“因为有你，他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这也是人生一大成就。S 有你现在和孩子很幸福呀，祝你们幸福，一家四口要开开心心的哦。”